还有两个马牌，可是等了很久嘞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你的。10号。你要内用的嘞？你要内用的。对啊，东西给客人吃。六。就要给他限定时间嘛。啊，第一轮那边还要，第二轮要等到11点了。对对对，快点快点快点！第一次，没有经验，没有经验。好，不要生气，我请你喝一碗绿豆汤。好。OK， 降火气。要去来买，我跟你买。谢谢。你的是什么？海牛。海牛，220元。我们会改善。我们等一下找你钱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他蛮有诚意的，把你骂成这样，然后把我们骂成这样，然后还想嗯很帅，很好。It's fine. It's fine. 客人有时候吼很可爱。东西好吃，他们就心情好，好吗？我觉得是要融入文化的话，就是要你在夜市里坐下来。我较早去西亚，其他的是必吃的啊。对我来讲，就是吃到一个热的食物，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牛排也算是我的强项，所以不会没有再害怕了。我是对我自己最有信心，因为我根本不一定搞真的，全部嘛500分。啊，这个是客人的，我们有那个号码牌，号码牌，外带2号，啊，客人的话就会说他的，哦。就是要当面生意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就是以前的时候会先一本起来放，因为客人进来就可以先给。啊。老板说他要800个铁盘，他说他回去才洗耶。强大机器嘞。因为它烤完上面会有沾灰、牙灰什么。拿什么酱？黑胡椒。好。通常我们都会先炒个5到6份，因为可能客人来的时候一多，会来不及。嗯，对。牛排三份，牛排煎了，牛排煎了。哎，很有趣，很好玩哎。开始忙起来了，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讲话，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们还要做什么效果？我们现在还蛮明确，我们每个位置是什么，或者是要干嘛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开始忙的时候，是真的很难判断说会不会顺利。我们这一摊正式开摊，加！怎么开始啊？零号在哪里？零号，你们总共几位？四大两小。好，那个。5大，那坐这里坐好了，坐三桌，2台2C， 你也 C 吗？2台3C， 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玉米浓汤在那一锅超大锅，哎，尽量找高一点的人去捞，哎，啊，旁边有2桶红茶。儿童餐具在哪里？儿童餐具就是，要自己带。没有儿童餐具，有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拿纸碗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纸碗。这个火太小了吧？嗨，既然你有帮我看一下薯条吗？啊，这个是微的，啊，哦，微的还要把蛋黄分出来，哦。啊，我的面包也没有人帮我顾哦，还有我的薯条啦哦。哎，怎么会一团乱呐？在就这个汤匙了，没有汤，哎，没有办法再分蛋了啦，没办法，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。他明天最好有时间越界，我看他越来越界。好，那就是直接加蛋下去了。那我帮你吃。找一个威牛跟那个我要先走了。你要走了？为什么？明天要上课啊？对，他明天要上课啊，很看卡丘呢。
明天要上课啦，他明天一早要上课。谢谢你的协助啊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拜拜。希望下一次下一摊还可以继续来。啊，好啦，小心喽哈。拜拜。小心喽。哎，都还没翻桌呢。边走，什么啦？我说还没翻桌，就还没换下一轮。威的，哇，好，再一个台。台对。这不用了。好，没有要租哦。二号是辣妹鸡外带耶，辣妹鸡外带哟，外带辣妹鸡，辣妹鸡鸡耶，好，鸡排好了没？还没，火太小。因为我们要赶高铁，好的。然后我们刚已经有结账，好的。对，我们是八号的两牛三猪，都是微餐的哈，两牛，两牛三猪进哦，他进哦也赶高铁。还有拿到马牌，可是等了很久呢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你的。十号。你要内用的嘞。你要内用的。对啊，东西给客人吃。对。都要给他限定时间嘛。啊，第一轮那边好，啊，第二轮要等到十一点了。对，快点。第一次，没有经验。好，不要生气，我请你喝一碗绿豆汤。好。OK， 降火气。是牛好了。今天的餐厅复杂，对，今天的餐厅有点复杂，对呀、啊，哦，拍手，您大家不，大家好，好，一路平安哦，哈，谢谢，拜拜。那现在我们哦，那个自助式啊，就是吃饭吧哦，啊，把迄碗盘啊，放迄汤啊底，好，感谢你们哦，啊，自己稍微收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人手不足啊，超不足的。这样，自己上来。这牛是谁的？西西，这是你。那个外面的。啊，外面的好了没？还没，我在等鸡啊。你的鸡到现在都还不给我。麦克不滚。可是这里写牛。它就是台牛跟台鸡。啊。有什么话好好讲？鸡仔，帮我拿两碗绿豆汤给他们招待一下。哎，现在绿豆汤边招待了，好棒！绿豆汤今天水洗啦，水洗，喝完才可以走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牛好了。很好吃啊，而且那个肉好嫩，那个酱很好，还有鱼味调那个 sauce， 那个酱油很香，对，然后饭很好入口，那牛排很香，就是那个炭，真的是炭火烧肉那种牛排，好辣，因为它那胡椒比较辣，怎么辣？这饭。饭怎么了？他异想天开哎，他竟然把饭加进牛排里面。要去来，我跟你买。你的是什么？台牛，220元。我们会改善。我们等一下找你钱哦。谢谢。不用，谢谢。谢谢。他还蛮有诚意的，把你骂成这样，然后把我们骂成这样，然后还想很帅，很好。It's fine。客人有时候哈很可爱，东西好吃，他们就心情好，好吗？很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棒的牛排，好好吃哦。尤其是那个玉米浓汤，太丰富了，那个料比我们外面买的哈更丰富。